先来。来，那个来自我介绍一下，首先是这位小帅哥，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顾康宏。顾康宏。康宏几岁？十一。拿过什么名次吗？市运会第二。哇！下面是这位女生，给大家介绍，叫什么名字？王诗月。诗月，你几岁？十二岁。你的最好名次是？市运会第四。哦，都很厉害。我们的比赛就是由这边八位运动员加上两个道具，对，来挑战十六个来回。孙杨，你怕了？你怕了？特别怕，特别怕，怕死了。好，你要不要这么怕？老亚乳酸盐来吧，冠军！今天最后的一次真正的直接 PK， 也是我们终结者队最后一次挑战成功的机会。我们的四百米，我们将会给我们终结者队三样保护你们成功的利器。第一，将会有两个道具。第二，我们邀请了两位优秀的少年运动健将。第三，孙杨的成绩有可能会比你们快一分钟左右，所以我们将会在你们比赛一分钟之后他才会出发，也就是你们已经领先了一分钟，所以普通人也有机会战胜冠军。有没有信心？终结者队，我们能不能赢？好，准备，各就各位。非常的快，用了脚蹼之后，好，出发！陈建华，加油！现在孙杨是差一个来回，现在孙杨在第一个来回，准备了，出发，来，我们的少年出发了，在现在看起来几乎跟孙杨的速度有的一拼。Go!